彰化丘里站让爱来直播。今天丽友呢非常的开心哦，可以在自己生日这一天呢跟彰化县政府的所有的同仁一起度过，因为呢爱这一件事情呢是要立即行动的。那很多人说呢，在做慈善公益的时候呢，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我的建议是平常心，能够帮多少就帮多少。你刚好这次当中的送礼呢，可能是扣打是五盒，可能是十盒，可能是二十盒。那不如我们有八家单位来的时候，你就分散，好，可能这一家订个三盒，那就订个五盒等等之类的。我想爱呢是平均分配的，那么爱呢是大家一起来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县长夫人啊，就是慧茹姐，就希望说这爱不仅是可以平分，还可以共同分享散出去，所以我们就用直播的方式，希望大家转天分享。所以感谢我们的慧茹姐，大家好，那也祝你生日快乐。哎呀，我想把这个送给你。好，这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瑞春议员也在现场，欢迎。嗨，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也祝你哦，生日快乐。所以今天这段是给我的吗？再来，在我们现场当中还有我们的东埔，欢迎你。大家好。好，还有我们的柳执行长。好，大家好。对，我们这个阶段当中是我们彰化县的自闭症肯纳家长协会附设的肯纳儿烘焙坊哦，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单位好不好？好，我们是来自彰化自闭症肯纳家长协会，那最主要是由家长自主成立的，在2008年成立，是针对智障的身障自闭儿，我们来做一个疗愈、教育跟在职训练，让他们能够正常的能够接轨上去我们那个一般正常人的生活这样子。那所以接着我们又继续在2012年，我们成立了肯纳烘焙坊。我们最主要就是要让那个能力不足的小朋友，可是又喜欢工作的人，所以我们就给他安排了一个职场在职训练，然后促进他们的人际关系啊，然后让他们可以很顺利的，然后接入那个社会接轨，对，跟社会接轨，步入那个职场这样子。所以我们介绍产品吗？我要证实一件事，我也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它本身就已经有，本来就是有一个工坊，就在成林路207号，它就有一个门市，大家随时也都可以到那边去参，亲自来看他们这些孩子们在做饼干的这个过程，你会就会觉得是很感动，然后是真的是我们帮助他们，也让这个家长有一个可以放松的一个空间。我告诉我要证实一件事，就是我们柳执行长呢在刚说话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紧张，当丽友呢开始把他的这个拥入怀中的时候，有发现一件事情，是他稳定度已经呈现出来。就是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件事情呢？很多的公益团体、公益单位，他会觉得力不从心是什么？我做的东西你们不喜欢，我做出的东西你们并没有捧场。对，时间久了之后就开始消沉，然后开始就没有那一个动力。我非常喜欢，就是我们社会处，不论是我们身障科的丽华科长，或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处的处长黄淑娟，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个就是热情。我每次在主持活动的时候啊，他们总是张罗所有东西啊，把所有的这个单位的部分的细节了解非常清楚，包含那个丽华科长今天来还说，你一定要把每个单位的名字先秀上去，这样才不会介绍错单位，这样的话呢，对单位来说是不尊重的。它是一种来自给安心的。那各位今天看我们的直播，就是把你这颗心放到他们身上来，让他们安心，就是说，孩子们，我们努力的做，会有人看到我们的，会有人支持我们的产品的。当我们做好这个产品，送到你口中，吃出来是甜蜜幸福滋味的时候，你值得了，送礼的人也值得了。所以呢，这次呢，我们的慧茹姐就特地安排这样的方式，让各位可以转贴分享。所以，如果你今天礼盒并没有给我们喜乐甜点，不要紧，你就帮我转贴分享出去。刚好在挑礼盒人看到你的转贴分享的直播之后，或许就帮我们今天的单位进了很多的单进来，它就是一个方法。那今天呢，现场有很多的产品的部分呢，我们请我们的执行长来做一个介绍，让大家吃到跟用到都可以感到说它的来源来自什么地方，好不好？对，我们肯纳的主要的主打的是手工饼干。这就我们有手工饼干有四个口味，一个是抹茶、起司、
芝麻，芝麻巧克力，巧克力，对，那我们的起司里面有加入核桃，哎，所以我们带一些比较养生的观念，对，这是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是巧克力。你要说核桃哈，就代表百年好合啦，对，所以想百年好合就吃一些核桃，巧克力，芝麻，这个是芝麻，对，巧克力，然后芝麻啊，对对。那抹茶里面有带一点那个杏仁片，哦，抹茶带杏仁片，废喽，对。然后我们的那个，还有这个，那个，等一下，芝麻就是用南瓜子，芝麻这个对不对？芝麻对，对，芝麻就是南瓜子跟那个黑芝麻。哎，你真正是有真正有搞，你知不？人讲吼，麻这个物件吼，哎，大家印象都觉得说芝麻燥热，是不是？大家错误印象都是觉得芝麻是燥热，对不对？错，芝麻本身并不燥热，因为呢，芝麻呢，它本身呢是属于呢温性的补。然后加欧了给你爆，对不对？嗯、然后芝麻只要你没有热炒它，没有加姜片下去，它是不燥热的。那我们先请我们一人吃这个芝麻。对，好，来加购买这个饼干，这是我们回购率最高的手工饼干。嗯，对，这个平常就有卖了，对，平常都有卖。对，这是平常都有卖。来加购买呀，对，加购买。好，干们啊，狐狸马价嘛哈，它大嘴的，人家嚼大嘴口就好干啦。嗯，有无？是不是香对不？啊，佫足酥的，嗯，嘿，这配咖啡佮茶吼，真赞。啊，佮咱摕一袋，我食看卖啊，你食这种，因为吼，咱讲吼，你食这种麻的物件吼，要整颗麻味呢，麻味就香的。要整颗芝麻都要在哦，对，研碎之后呢，它里面那个核酸的部分就会被流失掉哦。大家知道吗？你买芝麻回来吃的时候是当天要吃，当天再磨它就好了。如果你是买已经是磨好的时候，它是营养成分要降一半哦。四种口味，一包250块，对。一盒有四包250，一盒四包，有下去是每一口当中都还有款款款的芝麻整颗原粒耶。对，而且你看不惜种植，它的芝麻非常非常的多。然后给宝龟嘴，还胖亏了出来啊呢，就胖了，芝麻味很浓。哎，真材实料呢哈。对对，我们很好吃哦。肯纳讲求的就是真材实料，然后重视品质。重视品质哈，来，给我来，今麦时间剩两分钟。对对对对，给我来。我要介绍一个最重点，我们今年中秋节推出的一个小月饼，对，小月饼，绵密的红豆再加上酥脆的核桃做出的核桃小月饼。哦，就是低糖、低盐，然后低油，然后让你在品尝小月饼的时候，能够注重养生及。及你的口味这样子，可以随身带，你知道吗？放在包包，出去零食哦，把豆腰你能夹呢。对，那歌舞嘞？歌舞，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凤梨酥，凤梨酥，对，凤梨酥，它口味有好几种，对，有好几种，这是有添加蔓越莓的，哦，就是对，大家不一样的哈，跟大家不一样的蔓越莓口味这样子。蔓越莓对女生很好。对，然后我在想说，我们的小月饼呢？你吃腻了传统口味的小月饼、啊、如果你今天来尝试我们这个红豆核桃小月饼，绝对能够满足你尝鲜的味蕾。对，好，你说公司的心得，好不？啊，先讲一下小月饼啊，你口味比较好，对不？来同杯啊，这个一分钟的时间啊，请你议员吼，甲咱的夫人的最后一个推荐，好不？对，好。议员，你感觉吃真赞对吧？你内底佫有掺迄个。核桃的款吼，对，有核桃，核桃加了很多。伊这吼加了袂甜，吼，伊这是低糖的，啊，这皮吼嘛袂讲真甜，无糖的。嗯。啊，内底吼，佮有这核桃加落去吼，安尼烤烤。对，有咧烤感，真香，对对无吼。嘿。订购专线在前面。好，最后一分钟，米丸交给你。米丸，咱强力吼，甲大家吼，请大家人啊来订这个。彰化县自闭症协会肯纳尔肯纳工坊他们做的这些手工饼干，对，啊，再来小月饼，小月饼，啊，希望大家人吼多加分享，然后去馆长的脸书分享，去议员的脸书分享，希望有较侪咱的好朋友拢听看到咱啊要做要送礼时想到肯纳尔，啊，搁会当吼。啊，做爱心，啊，搁送一个满满的爱，予咱的亲戚朋友享受到这个啊过节的感觉，对无？对，对。啊，而且吼，嘛好有咱所有的乡亲士大吼，咱会当啊中秋节吼要送礼，强力甲你推荐吼肯纳尔诶这个工坊吼，因所做诶吼啊在诶手工饼干、小月饼、凤梨酥吼，
期待真赞哦，真好吃哈。好，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最后一句让你说。好，我想说，中秋月饼，肯纳尔用心做的礼，绝对会让你送进你的亲友的心坎里，请支持肯纳尔烘焙坊，谢谢。谢谢你们，那待会儿会上场是我们的慈爱教养院，谢谢你们，谢谢。都是由我们庇护员工就是亲手自己制作的，所以呢大家买一盒就是多多就可以帮他们增加一点工作的机会。欢迎大家来到乐康。